好，讲到人生的丑照呢，自从这个摄影器材越来越发达之后，我们的丑就无所遁形，一天到晚跑出来，因为他连拍啊，对，有时候明明在记者会，然后也是很美的女神，可是可能就这样弄一下，这样不小心下巴弄一下，或者翻白眼，翻白眼，对不对？翻白眼，对，瞬间就会就啊，怎么这么丑，很想要把它销毁。那因为我们大学生里面有偶像包袱的人不在少数，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这边看一看，有偶像包袱的肉也是第一名嘛，对不对？朱妹应该也是啊，对，朱妹超，朱妹超过分，看到丑照崩溃，鬼脸照，就他一个人不做，太过分了。对，小牛会吗？小牛，我不会，我放很开，我是女丑代表。哦，那大家人生出现过最丑的丑照，你想销毁的大概是什么样子？有没有这些照片？状况。瑞，你有？我觉得只要被拍到丑照，我就一定会想删，尤其是那种就是眼睛就是快要闭起来的那一种，就一定要删掉。可是因为我平常很矜，所以我其实很少会被拍到丑照。对啊，最丑的一点。眼睛那么大，说快闭起来。不是，就是我男朋友拍到，然后他还把它设成那个桌布。好闪，好闪，我们让座椅看一下好了。小兵有吗？有，我有。我有一次就是在表演的时候，然后有人就是要照我，就是可能他可能要照我，然后就应该或者是说他要照前面的小提琴手，然后我那时候在 B box， 然后在吸气，然后快没气了，然后结果没想到焦距不是就是也就是在我身上，然后我超丑，我唱销毁这张。前面那个好帅哦。对，就前面那个很帅。请他来。可是前面那个失焦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很恐怖，但还是好帅，还是帅啊，还是帅。一直讨论别人，史丹有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跟他们拼一下，有吗？啊！什么？哎，这好优秀哦！那个是我在扮鬼的时候，然后被人家拍的，然后有用特效，我觉得已经有极致了吧。应该有用什么效果去变？弄的没有，没有 ，sorry。我刚才差点要说有一种变老人的软体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结果他说没有，没有，他是自然而然。你现在上什么？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先拿一下，有。好有才华哦！这是你的才华哎。请问一下，朱妹，你还有丑照吗？你不可能吧？没有呢。你有没有？猪妹会销毁，没有，因为我就会直接删除，对，会抢过来删除。所以我们这边是没有你丑照的，应该是没有吧？好，到目前为止没有。但是今天这一集呢，又有16个大学生被蒙在鼓里。好，我这边上面有几个字，就是以上与假脚本一样。一样。以下就要走我们自己的脚本，暗藏的脚本。没错，大学生又再度掉入我们设计的陷阱啦。这次真正的主题是丑照大观园，但在这一周内，我们可是设计了许多陷阱，要来捕捉这些超金美女女大生们的崩坏丑照哦。都没有人怀疑吗？你有没有怀疑？有啊，有。我有，一直都有怀疑。就是没什么 Angela， 就觉得工作人员都有一种看到我们似笑非笑的脸，然后就算他们不笑，我问他们说你们到底在笑什么，他们说我们很认真，我们没在笑，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心里笑出来的，听得到那个笑声，太厉害了。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要让女丑有一点机会，翻身的机会，翻身的机会。比如说小芝哥，小芝姐，我们要让她翻身。所以呢，我们终于要找到这些正没有偶像包袱的人的崩坏那一瞬间的照片。所以这一集是女丑出头天，对，正面励志的一集，正面好励志哦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抓到那个 moment， 万分之一秒，啪啪，把你抓到以后，然后放大输出。好狠哦！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收到那张照片，大家可以在 FB 上面疯传。对，好不好？节目就是录完的同时就发出去了。对，上面借由三位人气主持人的那个粉丝页，哇，加起来要七八千万的粉丝。对对啊，这点小智有没有信心？今天可以变女神？我也怕我被整哎。哦，没有，有可能女神崩坏的比你更多。对啊，可不可以赢啊？
其实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还是很恐怖。对，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还是没有比他们丑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第一个阶段要来 PK 的两位女生是谁呢？我们就是有什么小芝，那 PK 我们这个包袱非常重的 Zoe。制作单位第一个要挑战崩坏照的女大生就是 Zoe 了。Zoe 在节目中初登场，就是以超人气大一学妹的身份在节目中登场哦。而我们这次将以节目要拍摄新单元忍耐力挑战赛为名，请到 Zoe 进行挑战，并诱骗她，只要撑过所有关卡，就可以获得奖金3000元哦。而这部分的崩坏照目标就是，当他动弹不得时，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，是否还是可以保持美美的模样呢？我超怕痒的。不，我帮你把头发往后拨，好吧？来，不要怕痒，这只是个普通的鸡毛掸子。没想到 Zoe 忍得住骚鼻子这一关，但是派翠克可是有秘密武器的哦。这个量，这个量，你真的很夸张哎！你在不反应，你我知道你嘴巴这样，你唱歌你这样，哇！好了，真的。Zoe 竟然忍得住，而接下来的关卡，他的表现究竟如何呢？赶紧看下去。这些工作人员呢，你们都知道，他们呢，录影前一天都不会睡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没办法洗澡，所以这是他们从哪里买到他的臭袜子？好用。所以你准备好要接受这个挑战吗？Zoe 真的不简单，这么多残忍的关卡竟然都挺过来了。此时的他有什么想法呢？那我们现在很开心吗？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很开心。你来麦克风讲一下你自己的感觉。我是因为很晕，可是其实就是我内心很害怕。正当 Zoe 卸下心防时，派翠克就要给他一记回马枪了。超过保鲜膜那一关。好了，派翠克连续两次回马枪太狠了，我们这次就放过 Zoe 吧。Zoe 也很厉害，所以你刚刚叫我洗脸是？所以刚刚 Zoe 防晒真心。刚刚 Zoe 挑战的一项不少哦。好了，派翠克别听小芝废话，进行下一道关卡。可以啊，鼻涕要流。啊！流口水。恭喜小芝也完成所有关卡，面对这些惨无人道的考验，他会有什么想法呢？你们都可以一人领3000块奖学金，掌声鼓励。我觉得我太开心。哈哈哈不是觉得很恐怖，还一定还有。你跟诺宇讲一模一样的话。这次 Zoe 和小芝的表现都相当精彩，就让我们回棚内期待他们的崩坏照吧。太精彩了！我们其实这一集太励志了，太正面了，太夸张了。请问一下 Zoe 跟小芝，你们最担心哪一瞬间的丑带被拍到？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，其实因为那胡椒粉真的很辣，我又辣到流眼泪，又流鼻涕，我还那时候因为我手被绑住，还求佩的助理拿那个袜子帮我擦眼泪跟鼻涕，就看起来很丑。就是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最后一段，就是要冲破保鲜膜那个，那个脸要挤到变形了，我觉得真的是。哇塞，你要突破自己的丑哎，好厉害。那 Zoe 呢？我觉得制作单位很过分，因为我真的是很认真要拼奖金3000块，设计设计。丑怎么可能不丑？那个人脸一定很丑啊！然后我还那么认真，我们看完都觉得你还好哎，真的呀！因为我们本来想让这位女神崩坏的，对啊，所以小芝一直跳出来拆自己的台。对，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周瑜是蛮爱钱的，他
好，问这么物质，你看，各位，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呢是有一个规则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那个两方的这个照片都已经在这边了，好，那待会呢我们来看这个照片，然后我们大家会票选说，哎，谁在这种处变不惊当中还是保持很漂亮的感觉，那输的那一边呢？我们就可以，赢的那边呢，我们可以把你的丑照收回，好不好？而且同时呢，你可以得到另一方的这个丑照的档案，因为。哇塞！不任由他处置。同时呢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个输的那一方就比较丑的那一方呢，因为我们男主持人后面这边的这个相框已经空很久了，都没有换过，那个丑照被挂一个礼拜，好不好？哇塞！就这么简单。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好棒的福利啊！丢脸嘞！好了。各位，张大你们的眼睛，这一张呢就是小芝的崩坏照。小芝的崩坏照，我们先看小芝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大哦！因为差的有点大哎，这超丑哎！怎么样，海产觉得这张照片？我如果是小芝的话，我会销毁的，不是丑照，我会想要销毁自己的人生。哇塞，你太夸张了！自己的人生对。哇塞，阿蹦觉得这张？我觉得我如果收到这种照片，我真的会移民哎，移民。因为小芝他平常作怪的那种脸，大家就其实都看得出来，就是那种。可是这个瞬间被有留存的时候，就是很丢脸哎。他还有好多，我们来大概让他批判一下。这个超丑的，应该这一张吧？这张丑，这张比较厉害，这张比较厉害。小芝快疯了，这还好，这还好，这梦梦幻，有点，这个好心酸色，嗯，好，但是这个，嗯，这还好，刚才前面第一张真的蛮厉害，对，好，这张是代表作了，好，接下来肉乙心情会不会很紧张？我觉得好可怕，因为我那时候有现场看小芝，我觉得还蛮好笑，不会觉得很丑，哎，现在看真的好丑哦，怎么办？我好担心我自己，说别人丑。各位令人期待的肉乙的丑照在这边，请看。还好吗？不对啊，还好，居然还好。到最大尺度了吗？哈，好令人难过，好令人难过，那就这样，人生好累哦。他只是，这也还好，这是可爱吧？对呀，很金，这很丑啊，这个皱眉头还特漂亮那样的，对，好可爱哦，真的，完蛋了，小芝你自己说。你看到肉乙这张，这一期还是在整我吧？本来让你翻身就烂，沉得更深，对啊，好吗？决定性的投票时刻来了，输的话，他的那个照片档案就要任由对方处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认为小芝在崩坏照的领域中有比肉乙正吗？圈渣。小芝与 Zoe 的丑照，谁能获得现场大学生的青睐？而落败者的照片又将被如何处置呢？女大生的丑照超展开，大家全都看傻眼啦！冻结的瞬间，二三，你真的大崩坏，从头丑到尾啊！因为我第一我不敢吃香蕉，然后第二个是吃那个西瓜这么大，第三个是什么？那个水饺没有瓦萨比耶，然后我一直边吃我边说，哪里买的水饺怎么有瓦萨比啊？然后我觉得很饱很胀，然后还有喝啤酒，你怎么？大学生了没？小芝在崩坏照的领域中有比肉乙正吗？圈渣，这两张。小芝比肉乙正吗？小芝比肉乙。Patrick， 你觉得没有？还是肉乙比较正？肉乙太正了，他那很像那个电影剧照，哎，就是那种被绑架，哇，我被绑架了。小芝的就是。刀被大便弹到了，感觉差别在那边。小芝在崩坏界已经是神一样的人物，撼动不了你。是，所以来肉乙请出列，可以收回自己的丑照。赶快收起来。
那边录影，可是这也不丑。恭喜你，可以收回。重点是你可以得到小芝的这个丑照的。那你会公布他的，我们就会公布你的。请自己做抉择。很残酷。放一张好了，放一张。嗯，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好，就这张，我们帮忙转哈，谢谢分享。小芝现在心情如何？不是，我有点脑中风的感觉，无法反应。对对对，我就觉得头好痛哦。没关系啦，因为这条路你不孤独，好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，是。好，这是猪妹跟小牛。好，他们的吃相如何呢？一起来看看。小牛。接下来制作单位要挑战崩坏照的女大生就是猪咩啦。猪咩平时在节目中的形象本身包袱感就相当重，而今天我们也要试图拔下猪咩的偶像包袱啦。这次要让她崩坏的目标就是要看她惊人的吃相啦。我们跟女大生说，这次要与厂商合作一支关于大胃王的网络短片，要他们吃得多也要吃得快，借此捕捉他们的崩坏照。到底猪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来，我今天呢要挑战两分钟吃完这些就有5000块，5000块超好赚，我一定要拿到。带着想拿到5000元奖金的气势，第一项香蕉猪咩吃得相当的快。而第二项的西瓜虽然也吃得很快，但还是看得出来猪咩有些矜持哦。好一好，3、2、1。天哪，都吃到吐了，看来猪咩很拼哦。而接下来的小牛是否会比猪咩更不计形象的大吃呢？嗯。小牛，你吐了又吃，吃了又吐，我想你的崩坏照够多了，就让你直接弃权吧。猪咩、小牛两位女大生都吃到吐了，到底这场比赛会是谁输谁赢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哦 ，My God！ 两位看完 VCR 之后，担心什么样子的丑照曝光？小牛已经是小牛，小牛够丑，你真的大崩坏，从头丑到尾啊！不是他那怎么可以就是有西瓜汁之外还有鲶鱼须是吗？对，哦，头发怎么会？对，狗到。因为西瓜汁黏住，其实我觉得全部都在整我。因为我第一，我不敢吃香蕉，光第一个香蕉我就快痛苦到快要吐了。然后第二个是吃那个西瓜这么大，然后又好饱。然后第三个是什么？那个水饺没有瓦萨比耶。对啊，我觉得超奇怪的。然后我一直边吃，我边说：哪里买的水饺怎么有瓦萨比啊？然后原来你在讲这一句，我们都听不懂。你不要气到骂脏话。没有，真的觉得一切都太荒谬。然后他说5000块，然后他说全部吃完的话，好像是帮你吃在2分钟内可以吃完全部，可以拿到5000块什么？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吃不完，因为我觉得很饱很胀，然后还有喝啤酒，你怎么可能不吐啊？对啊，他好认真哦，他真的超认真，他真的想要5000块。那个猪妹自己本身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就太维持形象的事情，是让大家很让大家傻眼的？阿蹦，但这种事情总有时候就是换我买相机的时候就用我的拍嘛，那我拍完之后就换我是来掌控，然后那我觉得我这张帅，我就会上传。就有一次我就上传我跟他还有琪琪的合照，我觉得我们都不错，就他就立刻打电话来说，你可以把那张照片删掉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不行，只有你跟徐英奇很好看，你们贱嘞，完全没有，他是慢慢堆叠，慢慢堆叠，然后我就爆炸，对他慢慢，他慢慢堆叠，对你说你们贱嘞，然后就挂电话，挂。我直接就说好，我先删掉，然后再打给他说我删了，然后他就说好，没关系。哎呦，死了，看一下哦，精彩哦，先公布谁的？因为怕猪妹太早哭，所以我们先看小牛的，好。冻结的瞬间，1、2、3。对啊，
画质好好的相机哦！天哪，拍中手照。艾森，艾森，这张怎么样？这个好像是《星球崛起》那个巨匠 Caesar。Patrick 这张怎么样？太丑了，他那个嘴巴塞到鼓起来嘞。对，而且好像这边有变一种长形，很像章鱼。对，《星球崛起》来到了鼎泰丰。对，天哪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还有其他的这个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哦，其他的这张算可爱，这有可爱，这有可爱。裂嘴，裂嘴，这个蛮恐怖的。日本的裂嘴，看戏啊！小丑，那个吃，那个吃，蝙蝠侠的小丑，他以为是舌头。嗯，这还算可爱，这眉毛高低不一样的。好，对，吃水饺这张是哇，蛮经典的哇。这怎么会有？这是他牙齿吗？不是，水饺皮饺。那我吃到牙都爆出来。对。哎呦，爆牙的感觉！哇塞，小牛真的太厉害了！吐水饺的时间，各位，接下来大家非常期待的猪妹的照片，永不崩坏的猪妹，一二三，还好，哇，但这对猪妹来讲已经是极限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投票，这两张哪一个比较正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小牛有比猪妹正吗？圈叉。是不是翻身成功？蛮奇怪的哦。Angela。不行，我觉得身为女丑代表，我们一定要站在女丑这边。而且猪妹平常照片真的很可爱，所以这张算是她史上大崩坏了。猪妹，你自己觉得？我觉得已经很丑嘞。对，我们还要准备别的。准备别的。可以看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觉得都还蛮可爱的，其实。都至少是可爱，圆鼓鼓的。这也还好。但是因为小牛真的太拼命了。小牛无人出其右。怎么有办法？所以猪妹请出列，恭喜。来。哎，搞了半天，我们要帮女丑翻身。女丑不出。对啊，女丑都哇塞，女丑太拼了，我们太想赢了，我们太拼了，我们太想赢了。好，恭喜，可以收回。重点是还有，因为你小牛的全部丑照。你会来到中间，你会把小牛的丑照怎么处理？你现在不愿意拿正面的意思吗？怎么说？你说。对啊，小牛丑照。传在脸书放大头贴一个礼拜吧，最毒妇人心。有，因为我们其实只要放一天就好了，那所以剩下的六天我们就把猪妹一起放上去陪她。好啦，没有啦。猪妹现在会有想哭的心情吗？因为上次你抽上，我现在很坚强，我可以自己自愿坚强换大头贴一个礼拜。真的？她换这个大头贴。好感人哦！感人呢，哦，那就不用放小牛的啦，放你的就好了。好啦，谢谢谢谢谢谢朱梅。哦，接下来算是这个女丑里面的算是代表人物之一的 Angela， 要 PK 这个偶像包袱也相当重的宁宁，来看一下。还有。接下来制作单位要挑战崩坏照的对象就是宁宁啦。宁宁当时以森林系正妹的身份出现在荧幕中，那时的脱俗感可是令大家印象深刻哦。我们跟女大生说，有厂商要请她来公司试镜，请她摆出各种专业的网拍 pose， 而最后的指定 pose 需要她坐在桌子上，这时她就会掉进假桌子之中动弹不得。第二重攻击就是当她动弹不得时，撒入女生最怕的假蟑螂啦。女大生是否可以挺住这次的崩坏计划呢？宁宁一直以笑容掩饰心中的惊恐，看来矜持的程度可说是破表啦。接下来的 Angela 又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快点啦！
Angela， 你的反应也太大了吧，完全没有要矜持的意思。看过两位女大生的 VCR， 到底这次的获胜者会是谁呢？你跟 Angela 担心哪一个表情被拍到呢？ Angela， 我笑到哭了，你真的哭了，有没有哭啊？真的是，好吧，既然哭了，就来唱一首歌。烦到哭了，哭了。我不是难过的哭，我是笑到哭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那天有点就是素颜，我觉得我想说他只要试穿衣服，然后就我穿的衣服很浪，然后那个蟑螂就掉进我奶里，然后我就蟑螂掉进我奶里，听起来是本来丽姐。宁宁女神地位崩坏 ，Angela 出现生机，就来崩坏一招，一二三，还好，玩的还好，还好还好，来宁宁崩坏一招，牙龈超丑的，牙龈王，吴尊的妹妹，牙龈超丑，牙齿比例，对啊，妈妈还蟑螂。生了没？蟑螂掉进我奶里，然后我就蟑螂掉进我奶里，听起来像是一首歌。是吧？本来丽姐先端减肥皂之后吗？掉进我的奶里，可以唱一下吗？哦，哎，哦，那宁宁呢？我觉得是坐下去的瞬间嘛，因为坐下去瞬间表情就会歪掉啊，就不能受控。有点担心，可是你还是用笑容来掩饰，对不对？瞬间就盯回去，已经习惯，已经是非常专业的行为了。也没有啦，偶像个屁呀！什么样子 ？Angela 好了 ，Angela 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刚看他笑，哎，都笑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也以为他会怕或是吓到，但他没有啊。那我有点紧张，说不定有那一瞬间哦。好吧，女丑队就靠你了。不是因为你也比较特别，因为其实其他人的档案大概都是比较就几 B 几 B 就是一 T 的。一 T。哇塞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干嘛要花那么大的力量来储存你的照片啊？一 T。脏了。就来崩坏照，一二三。还好。玩的还好。还好还好。对，是老人会赢啊。是老人会赢。哇，这个会还好哎，有没有其他的可以看一下？来看一下其他的，看 Angela， 因为在关键时刻可能他都有稍微遮一下嘴，因为我怕他跑进我嘴巴里。Angela， 你可以赢嘞，完了 ，Angela 你就赢哎，真的。女丑队会耶，女丑队一分都没有。瞬间有猪妹的照片，还是觉得蛮丑的。觉得猪妹有赢过 Angela。哎，对，猪妹好像赢过 Angela。哎呦，好，所以接下来看宁宁的，来，宁宁帮我走。的崩坏照有比宁宁正吗？有啊！小兵，小兵，你说宁宁那张真的让我想到女版的吴尊，就是看 Fresh 女版的吴尊。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要帮 Angela 讲一下，因为我觉得 Angela 可能常常会做坏一些东西，所以她可能在面对这个危机处理会比较习惯，习惯。他才坐坏椅子，对对，常常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他习惯了，慢慢习惯了。哦，所以Angela， 你赢嘞，他是可以收回他的宠。天哪 ，Angela， 对啊，请出列。而且你可以拿到你赢的丑照，你可以，好开心哦。好，你会怎么处置？我应该会把我的跟他放在一起分享吧。哦，对啊，就证明说一个经验的感觉，蛮开心的。我不要羞辱他，就是说在这一刻 ，Angela 比较正。对对不对？总有一刻，所以我以后都这样。对，就是大家出去那个联谊的时候，就一直保持这样，就一直这样。然后一直这样去坐坏椅子啊！你那么在行，恭喜你手队得到第一分。接下来。
下来这一站非常值得期待，因为呢，是我们美女佑琪跟我们的 Ruby 要来 PK， 我看一下怎么比啊。今天最后一组要被拍崩坏照的女大生就是佑琪啦，初登场就是以神龙正妹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，这部分崩坏的目标就是触电的表情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将祭出连壮汉都会魂飞魄散的电影，光是听到这个声音和闪光，是不是魂都飞了一半啦？为了确保电影的效果，制作单位不惜以身试电，务求电影拥有一击必杀的效果。看到这些画面，相信女大生花容失色的照片绝对是囊中之物啦。这次我们跟女大生说，请她来试镜一支关于按摩椅的广告，给厂商作为参考，并会有厂商代表进行侧拍，诱骗女大生坐在这张恐怖的电椅上。而当她说出关键字“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哦”，电椅就会通电，又岂会露出惊人的崩坏表情吗？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哦。佑琪对于通电的电椅毫无反应，我们以为电椅发生了问题，立马请他再做一次，没想到结果竟然是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哦。你下来，对不起，椅子被颠倒了。佑琪果然被电到了，我们期待他会有更大的反应，而叫工作人员上去证明椅子没有问题。佑琪能出现我们想要的惊恐表情吗？敬业的心让他一直忍着电椅所带来的疼痛，只能说佑琪不是一般的金啊。接着上场的女丑代表 Ruby 又会出现什么表情呢？马上来看看 Ruby 的测试结果吧。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哦。我们以为是 Ruby 裤子太厚，而请她换一条较薄的裙子再试一次。全身都放松，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哦。没想到 Ruby 的忍功也是一流的，完全装作没被电到的样子拍完了试镜。这一对超金女的对决真的是有的拼的啦。这么丑大，请问两位是怎么回事？对啊，很激烈的热情。没有，那时候他们就说是要去试镜，然后当现场还有一个厂商，然后其实是制作单位，然后他们就说要录一段就是试镜的短片，然后我就坐上去，然后就想说，对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是问说你不会痛吗？因为就是有厂商在，然后他因为他在拍影片，我就觉得不行露出那个表情，所以我其实我中间几次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应该是要等到他们喊卡才可以结束。哇塞，专业的敬业哦！人美心也美。Ruby， 你是刚刚海产说他为什么没感觉？终极电影亲临现场，就连主持人也遭殃。因为很多按摩椅广告，就感觉我想要接到，所以我就要表现出很舒服，完全看不出来哎。就其实有时候我在头顶是，现在你头顶是焦黑的。天哥，遥控器就交给你了。大学按摩椅好舒服。大学按摩椅好舒服哦。
生了没？刚刚海产说他为什么没感觉？因为他屁股的肉好像有点太厚了。我有感觉，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一直有垫垫，可是就是厂商在旁边，然后我。因为他就一直说，就是因为我想说按摩椅广告，就感觉我想要接到，所以我就是要表现出很舒服，然后其实就是有点，就是很不舒服，你完全看不出来哎，就其实小时候我在头顶是，现在你头顶是焦黑的，对不对？戴帽子，一直把它遮住，你感觉起来像是他，像是那个什么电疗痔疮，就想说好舒服啊，外治不会，但那个痛到底有多痛？就是如果按照平常，你会不会跳起来？就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有很不舒服，因为它是在我的就是屁股那边一直动，一直等等等，然后就觉得真的有电啊，然后而且我已经有之前就有讲，可是他们就说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我们现场有电椅，大家觉得应该让谁试试看，写下他的名字来。天哪！天哪！我自己出来好不好？我自己出来。可怕哦！我知道。小牛，你投给谁？他完全不用崩坏，就是可爱的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应该要在现场让大家看他崩坏的样子。哎，没有。好，若雨，你要说。可是我做过那个嘞，因为那时候工作人员有电过我，所以我已经知道他大概是。他被电了。这样子被电过了，一讲就有。若雨、朱妹跟俊彦三个出来测一测。是。好，请出列。公平啊！三位来猜拳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要直接上电影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猜。一把定江山啊！哎哎，哦，若雨，若雨，若雨赢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！机会，恭喜你得到这个机会。小芝可以见证，我还哭哎！不行，厂商就在旁边。厂商，厂商。来来来，请上，请上，请上。你先，你要先坐，你要先讲说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哦，一样要讲这些。那都不要自己被电到。放轻松。哎，剧照师在这里，我们还发了剧照师，你看。剧照师要不要先坐着？别开了。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。没有，你没坐，他是没坐。你没有坐。坐了，真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吗？好可怜哦！偶像包袱很重的 Zoe 竟然在现场开始抵死不从，看来我们只好请工作人员俊彦和朱咩猜拳，看谁做电椅喽。先讲清楚是赢的做还是输的做？朱咩输的做，自己做剪刀石头布。哇！那就只好麻烦你喽。游戏规则来。哦，来，请。俊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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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一下叫错了。请坐，请坐。坐，扎扎死。以后带这个上猫岛，睡着了就直接垫一下。脚要离地，谢谢。脚离地，手要对对。讲台词，讲台词。对对对，脚要抬起来。大学生按摩椅，好舒服哦。是什么？被针刺掉了，就感觉就有人就有人在弹你屁股，对对对，弹哪里？弹很多感觉。可是因为常听到就是说很喜欢享受屁股感觉的是纳豆哥吗？纳豆哥那边最敏感呢，是不是？哦，有有有，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。试试看嘛，来。Ken哥，遥控器就交给你了，会很挣扎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知道。不会不会，裤子很厚 ，OK 的。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啊！真的假的？哇塞！你是我是我吗？哎呦哎呦，闷！大学生按摩椅好舒服哦！真的很吃啊！真假的？素香超强的，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怎么忍得住啊 ，Ruby？想的不行，我要接到这个广告，我要接到这个广告，讲句话。哇塞，他们真的说，他们可以忍得住。对，好，来，两位先回座啦，也谢谢我们的俊彦跟巨道师。那我们就要来比看看，在这一关谁比较正。对对，忘了，忘了看照片。是这道谁的照片啊？这是我们 Ruby 的照片。哎，是 Ruby 吗？三。没事，只有点阴沉而已，那还好。嗯，好，迷蒙。OK， 接下来，好，又齐的照片。这哪有？这剧照。
笑，就是对啊，他完全没有感觉，嗯，都忍住了。对啊，哇塞，那这张大家觉得 Ruby 有比较正吗？圈叉？怎么可能？他这个根本就不是丑，这样好不公平。Patrick 说，当然没有啊，嗯，又其那个还有一点舒服哦的感觉。没有 ，Ruby 在生气说不公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就是正常拍照耶，那样子就一点都不丑啊。可是这就是他的耐受力啊，因为你们刚刚都做过，那真的很电，那个会很电的。你居然能没表情？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说，不行不行，厂商代表在旁边，就是如果他看到我就是怪怪的话，好像就不好。我们看到女生有多厉害，所以尤其是又请你的忍功实在一流哎。而且我那时候被电了4次，就是我两次。你是被电完才这样子的？我那时候被电了4次，没有，就是我都有跟他们说椅子好像有一点就是问题。对，然后他也慢慢在他说椅子有一点好像要刚午睡起来啊。对，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要拍完啊，不能直接就说。他们为了工作，然后可以抑制反射动作，这是最高境界。这个真的，女人真的太强。那你以后生小孩的时候，就。大学生了没？大学生了没？女人真的太强，那你以后生小孩的时候，就生小孩好舒服啊，小孩就出来了，好厉害！好，刚刚呢，这个坐在这边的 Zoe，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照片，有丑照吗？有吗？做电影，好高，也还好，也还算美耶。可是这张好像稍微比。刚刚我们之前看的张多一点点哦，但也不算很崩坏，对不对？对，也不算很崩坏了。那今天这一组算是 Ruby 没有赢过啦。Ruby， 那又起来下来拿他的挑战。Ruby 的太正常。好，那后来回去屁股有受伤吗？没有，可是应该是被吓到。这个最丑。哦，应该被吓到。对。那豆哥，这真是一个衰咖，这真的很痛啊，对不对？头发都电刺你的感觉啊，而且立刻会跳起来的感觉。我觉得是我们都太相信工作人员了。哦，这份信任，大家都感觉都很好，都不会乱骗人，然后就是还是大家联合起来笑面虎，嗯。Ken 哥，别看个脸，直接吼，遮住脸。我都已经被踢打。哇塞，这大哥有丑，我都已经要。反应好大，好像在飙高音，飙歌哎！好 ，OK， 谢谢又晴。谢谢。但是我们节目到最后要加码，今天请大家投票，投出一位在正妹组的其中一张那个照片，我们要挂在这边挂两个月。哇！请大家想一想，你想看到谁的照片被放大挂在这里呢？正妹组丑照。我们马上统计票数，妮妮目前压倒性的妮妮都出来，还有 Zoe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Daniel， 你的选择是猪妹。对啊，被瞪的，不敢讲。不要这样嘛，因为他那个真的是有点突破形象的感觉，平常都可爱可爱的。好，我们看到总票数呢比较高的就是妮妮了，有8票。好，猪妹跟Zoe各4票，所以那妮妮的这张丑照以后就会放在我们后面啦。恭喜啦！谢谢，辛苦了各位。